今天我要唱首歌，一首祝福你的歌，愿你能幸福快乐，好运永远围绕着。人生就像一首歌，有人唱有人在和，最重要平安喜乐，要珍惜每一刻，把快乐传给每一个。有舍必有得，有舍必有得，春暖花开就在这一刻。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得，走过的路一切都值得。有舍必有得，有舍必有得，坚持梦想我不怕坎坷。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得，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有舍有得，今天我要唱首歌，一首祝福你的歌，愿你能幸福快乐，好运永远围绕着。人生就像一首歌，有人唱有人在和，最重要平安喜乐，要珍惜每一刻，把快乐传给每一个。有舍必有得，有舍必有得，春暖花开就在这一刻。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得，走过的路一切都值得。有舍必有得，有舍必有得，坚持梦想我不怕坎坷。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得，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有舍必有得，有舍必有得，失去也许是一种获得。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得，感恩所有，珍惜每一刻。有舍必有得，有舍必有得，平安健康已经是获得。有舍才有得，有舍才有得，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有舍有得，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有舍有得，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冰冰老师有那个道哥下去拍摄 MV 嘛，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哎，这拍摄感觉很不错，刚好冰冰老师有发布那个 MV 的，好是拍摄啊邀请啊，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流程申请，然后像说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全力去支持。周会结束了之后，他会给我们全体在礼堂练习，然后会分组，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是晨读完了之后在班上先练习，然后再下来一起集体练习。要全校的人动作齐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频率幅度不一样了，所以老师有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把大家练齐，这是最困难的对我来讲啊。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没有接触到舞蹈这种人的时候是觉得是很难这些动作，但是慢慢大家都开始会这些舞蹈就感觉很熟练，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难，蛮简单一下的。可能中学生和小学生是不一样哦，小学生可能哦听到这个新年歌就会很高兴，就是那种活泼的心情啊，中学生呢可能他就比较含蓄一点哦。很荣幸哦，因为吉达州只有我们这一所，然后又是初中嘛，其他都是小学，然后很荣幸能参与这次的拍摄。我们学生也就是其实也比较紧张啊，因为没有参与过这样大型的拍摄。2025年新年快乐，事事顺利，有舍必有得，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蛇年行大运，祝大家蛇年吉祥，好运连连，新年快乐。